我喜歡在條街上呢亂咁蕩。咁喺蕩嘅過程呢，我會好 relax 啊，個人個人好似同周圍嘅嘢呢好似 friend 咗咁樣啦。亦都好似你睇嘅嘢呢，或者你感應嘅嘢呢，好似屬於你咁樣。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都會去超級市場或者書局購物。大家睇下白相傳嘅購物單據入面內藏咗啲咩玄機。哦，原來白相傳就係喺生活之中尋找佢嘅創作意念。其實影相好得意，影相因為你影嗰陣時又唔會有聲音啊，又唔會有其他嘢，你會用一個好比較抽離嘅狀態，即係你同嗰個環境好似有種隔膜，咁但係你又要影佢喎，咁咪變咗你又要同佢建立個關係，所以咧我隨時都會即係帶住部相機咁樣，人哋話好似哇你咁啲，好似拎把槍出嚟咁樣，咁我就係咁樣噶，隨時咁拎。呢張畫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一個兜，佢哋叫兜角構圖，即係呢邊有講構圖嚟講咧，我就係拉近推遠兩個空間。呢一版就最重要啦，係整張版畫嘅細節所在。當呢一啲外形框線同埋最亮麗嘅色彩用呢一版印成之後，成幅版畫嘅面貌就會完全表達好。韩志勋是推动香港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在60年代他放低客观的风景和人物油画，转而进入主观而抽象的自我表现的艺术领域。他以新的绘画手法和独特的版画技巧开拓出一个个人风格极强的艺术世界，而简单简洁的圆形更加成为他艺术高峰期的标记。陳福善呢個人作為一個 artist， 係一個不可多得，甚至乎我都係一個傳奇人物，對我嚟講，即係完全係100%百分百香港製造。佢係好多元化，佢中意畫畫啦，佢又搞藝術社啦，佢辦好多展覽啦，唔單單係自己展覽，係幫人去搞展覽啦，去寫畫評出書啦，你諗得到所有同藝術有關係嘅嘢，佢都去參與，都會做。問你點解突然改變咁啊？個龜做得好好地，點解又唔做龜做蟹？我蟹有八隻腳兩個鰲，一共10件嘢，喐喐個鰲啊，
處理得好唔好，搞唔搞掂啊？睇下老夫手段如何啦。於是就做蟹咯，一段一段做好佢，挑到個細緻，轉窿上螺絲啊，然之後拆曬佢，然之後拎去住同我有份一齊住嘅呢只太空館嗰只蟹。其實咧就道嘅最高境界就是無啦，無嘅翻轉頭平常心啊，係一種隨意性啊。咁所以咧搞藝術其實咧任何可能嘅啫。